好，欢迎大家收睇《查博士怪论》第44集啊！咁啊，博士咧仍然喺呢个吓美国方面啊，有工作要做。不过博士嗱，我哋今日节目嘅内容好丰富，咁但系 anyway 咧，啲听众都观众好想知道你而家做紧啲咩嘢？而家有乜嘢？你讲而家即系今日啊，呢几日啊，你做紧啲咩工作？祝福嗰個德州一啲城鎮咯，嗰市鎮咯，去到啦自己，等於我哋以前入夥，你買間屋或者租間屋，或者買塊地皮，你去用佢啦，開始咁你都去到裝住香啊，用翻自己嘅習俗啊，啊日本人咁啊揦啲白粉啊啲咪周圍撒噶嘛，咁啊就用翻我自己本身嗰套嘢去啲土地度祝福啊，咁啊同埋一班學生咯。咁去到呢次就搞咗一日百關齋戒，陪啲同教啲學生守一日，遲一日百關齋戒，跟住我去地盤祝福加持啊，咁有啲嘢啟動啊，咁但有一個比較係意想唔到咁開心嘅效果，因為我係幾1982年啦，大約我去台灣嗰時咧就曾經停過一盆魚嘅。因為他們南路魚阻住我入去台北，我在基隆監廟度，我自己走咗上去天台啦，就用傳承嗰套法，未用過噶，所以後期嗰次咧就影響咗我，即係追求佛學嘅佛法。哇，真係好多法術喎嚇，靚啊嘛，靚啊，你梗係追求啦。我只係停咗盤魚，5分鐘之內停咗。我哋出咗車站上咗車，即刻又尋風大雨。嗰次俾我好大嘅感應，咁啊開始咧就去學法啦。嗰次，我到後期咧就係、是、我到我百幾年又過咗翻嚟百幾年嗰時買咗地啊，喺西貢嗰時，無厘頭買咗啲都唔知邊位嘅地，咁我走去又係根據傳統嘅習俗，走去喺土地度做法。祝福過，哇！無端端又有人收靠又剩，咁變我而家喺我早幾年喺羅省嗰個翻我都祝福噶，祝福象牙之後咁後期，我嫌佢細啊嘛，30幾萬尺咁啊賣咗，喺呢個市道都賺咗幾倍錢，喺美國賣地賺幾倍錢唔容易噶，因為好奇怪呢個客中意嗰個地，咁而家我德州呢度大啲啦，300幾萬尺。我又呢次我未睇過啊，買翻嚟，屌你東南西北邊一得都唔知喎。我老婆喂，屌你咁樣，你買咁撚大地盤望都唔撚使望嘅。我屌佛祖有份數啦，你又冇信耶穌，一信啊信曬，有冇信啲唔信啲？啱唔啱啊？你話上帝自有旨意啦，咁你咪有撚上帝搞咯。我買撚完翻嚟，唔知上帝自有旨意。咁到我呢次去，咁我又跟隨翻我嘅傳統，又即係祝福作法。啊！第二日即係今朝早一早7點鐘到，我出去再起動，因為佢我哋喺地球度嘅天書地機咧，即係我哋俗稱叫天地感應啦，有啲係天人合一啦，啱嘛？天地人啦，但你講天地感應咧，佢個天書地機一動咧，就有唔同嘅啟示噶嘛。喺個咁酷熱嘅環境嘅地方咧，突然間撒一場好大啊！好清嘅雨，有風添。今早就啱啱行出去學翻一祝福，即係我諗住再啟動個地基，啟動個地基。咁啊咦，即係又唔係咁撞彩，都幾好彩咯。即係好開心啊！即係知道有料到，有料到咧，就將來呢個地皮咧會升咗好多錢，唔出奇。呢個今次嚟嘅最開心，亦都嚟呢次咧就又有成20幾個。在美國的學生在各方面飛過來，他們學多了一些醫術，但最特別就讓我知道一種病很古怪，在美國沒什麼人留心，這次我知道由美國的無痛分娩，即是神寶寶仔，他不是剖腹，他是無痛分娩，是打很重的麻醉針半身內推你個 B B 嘅出嚟嗰下喎，但你個孕婦咧就以為冇痛梗係好啦，個生仔怕痛啊嘛，啊撲街啦！原來嗰支針咧好撚大支嘅，喺呢個
脊骨骨折之间咧打入去嘅。嗯。所以个个嘅后遗症咧好卵惨，一条腰痛成世嘅。哎呀！咁啊，啱啱做到有啲学生咧都有呢啲咁嘅毛病，乜用我哋嗰啲医术啦，即系我配合埋嗰个瑞士嗰啲仪器啦，咁啊都帮到你好翻咗六七成。即刻見效有七八成都幾犀利，咁但原來咧係個個女人都有嘅美國，總之你一生完仔就有啦。如果你係搞無痛分娩嗰只，咁話喂叫啲學生嚟睇啦，研究下揾個醫生一齊開間鋪頭啦，你用佢個名啊，大佬係咪啊？插帳啊，呢個都幾神奇。我唔知香港點，因為佢嗰啲麻醉師啊，佢搞一劑都收你千幾蚊美金啊嘛，佢又可以搞好多單嘅，知唔知啊？做得快好世界，所以無厘頭你做乜手術嗰啲麻醉你先啊？啱啱先？幾撚無良啊！而家喺個制度逼人無良，都幾撚悲哀。即係一個咁先進國家，個撚個痛到撲街嘅啲女人，從總之生個仔接受個無痛分娩之後，你係悲唔悲哀啊？咁啊，呢度我哋嘅好事咧，同埋我又聯絡咗迪士尼佢哋啦。有啲新嘅嘢，希望同你開展啊啲工作啦。啊，有啲咩話題啊？哦，呢、這個再講先，因為咧嗰封信咧，迪士尼回啊郭博士呢封信咧，就我都有睇到。咁誒呢封信啊，博士可唔可以公開俾大家睇啊？唔係佢回得係好優雅噶。嗯。咁即係大家回得，我將兩封咧，我俾佢嘅，同埋佢俾我嘅。係。變咗有頭有尾啊嘛，我貼翻出嚟。係。好優雅個優雅。咁另外，博士頭先你提到嗰、那個即係、就是、無痛分娩要打麻醉針嗰度咧，我諗香港嘅朋友都應該知嘅，因為雖然我唔知道香港嘅情況點啦，但係如果而家或者將來有人推廣呢樣嘢而有呢個後遺症嘅話，大家都應該知道，即係啊，我屌你係咪？係，即係涉錢。有啲打咧之後咧，佢係隔一個時間突然間暈坐到起唔到身嘅。嗯。咁嚴重喎，去到知唔知啊？嗯，起唔到身。嗯，我轮椅啊，即刻要。系啊。啊，咁讲开病咧，就最近广东省啊出咗个通告，就好多细路仔咧，佢哋患上嗰个支原体肺炎，支原体肺炎啊，呢个真系撩楞啊，就系、是、有一种嘅菌咧，即系菌系讲得好粗疏啦，其实系支原体嚟嘅，就系、是、肺炎支原体，搞到啲细路仔肺炎。話出現白肺喎，咁啊博士，呢單嘢點搞法啊？冇得搞㗎呢啲大陸嘅嘢，因為佢哋都唔係未見火就救火啊嘛，佢哋冇做防火牆工作，個個都翻唔撚事。有一啲咁嘅流行病毒咧，唔係話你中咗招去醫嘅，你真係擋諸門外嘅。所以我哋維持我哋嗰驅風油、萬金油嘅方法擋撚住先，係嘛？就算我不幸中入嚟咧，我都係比人哋輕好多嘛。我把咗關擋咗佢啊嘛，啱唔啱？西醫係唔撚掂噶喺呢方面，所以呢個都係睇下你啲中國人自己命運咯。咁如果你個社會咁撚唔開心嘅，咁誒死撚咗咪算撚數咯，咪點啊？俾税死撚咗撚過啦，捱幾十年，屌你老母捱到七五勞七傷，係咪啊？你睇佢特首超啊，捱到五勞七傷啦，係嘛？屌你，唔係講笑㗎。第二個問題。啊，咁啊嗱，咁啊正題啦，咁啊呢個施政報告啊，咁我哋即係恆生指數就唔俾面啦，而家都仲喺17,000點留下。咁但係咧就有幾個問題啊，博士都即係啲觀眾都聽眾想知你個睇法嘅。其一咧就李家超講到明啦。2024年咧就之前咧就一定係立呢個23條咁樣，咁啊立23條，我諗就話呢件事咧糾纏咗好耐啦。咁但係作為一個評論員啦，啊而家係真係越彈時事，你到其時你仲講唔講啊？董建華嗰陣時已經叫立嘅啦，23條。嗱呢個咧就要尋根問底啦。就你香港董建華包括搞民運嗰班木撚，
我形容當年搞民主運動嗰班全部係木嘴嚟嘅，啲萬撚毛嚟嘅。李柱銘啊、陳日君啊，屌你老母閪！咩教協啊，嗰啲咁嘅司徒啊，啲咁嘅撚人，成班唔家產，閂埋門打飛機。屌你老母，佢唔諗個對手係乜撚嘢？特別司徒華條撚嘅撚樣，我朋友啊話佢撚個，佢一入去向嗰只打柒佢老母臭閪啊！唔係真係，唔係講笑嘅。屌你老母，你去搞民運，即係話咧，你要走去搞屎棍。咁你搞屎棍咧，會影響到七百萬香港人嘅自由啊！知唔知啊？都係你自己嘅事啊！屌你老母，你而家啲撚樣唔撚追殺你署名啫嘛？如果啲仔女坐監啊，你可以告鳩嗰班唔家產噶，嗰弱尾啊，公民黨啲撚樣啊，係你搞撚出嚟噶，大佬！你作為政治家，你搞政治，一上場一睇基本法，你話要遵守基本法啊嘛？你老母自己唔守基本法，唔撚立廿三條，叫老懵懂，你老母仲要搞上街咧，多撚嘢，抵撚死噶！阿台長，喺呢方面我有好撚強嘅理據嘅，你打得嗰鋪牌。你要玩撚足嗰鋪嘢，我玩撚完廿三條，我先同你政府再砌都未撚停。我玩撚完廿三條，起碼今日唔會立國安法啦，啱嘛，台長？係咪先？冇撚得搏懵噶嘛？呢啲咁嘅賊人，屌你！香港咪俾啲咁嘅家產二打佬玩撚死咯！我照你共產黨俾嘅條件，即刻上場就立三廿三條，跟住咧推行嗰雙普選，佢唔撚會理你嘅，因為你行民跟撚住嚟做啊嘛。嗰時就好撚好啊嘛，物業時期啊嘛，啱嘛台長，你咁嘅撚樣搞上街反抗廿三條，我哋撲街啦！全部都報告，哇！我屌你啊，冇完你班唔家撚作反嘅人想，因為佢攞權啊嘛，嗰班撚嘅民主黨，如果佢冇錢又冇咁撚用啊，當年冇一份糧出嚟冇咁撚用先，班閪人，包括我識嘅人。如果你冇糧出的立法會有撚咁撚用咩？如果有啊，切賓州磨粉啊！屌你老母呢啲冚家產啊！所以世間我點解要尋因問底咧？就全部就呢啲咁嘅柴仔搞出嚟嘅香港咁樣死嘅。你一搞撚一隻老虎擦撚醒，佢忍撚住你啱啱回歸，係咪先？跟住另外整個小組重新檢討對香港嘅政策，嗰時已經開始嘅。我覺得啱唔啱啊，台長？由你搞廿三條上街，已經成個中國共產黨咧喺黨內咧要另起爐灶開始對付香港人，一你又班咁嘅人家產度，唔係講笑啊！所以咧唔撚使抵可憐。你搏我，你叫嗰班人家產李柱銘啲咁嘅黑衣出嚟搏我，點解古惑仔屌你老母喺撞棍？撞棍諗嘅嘢有好嘅咩？屌你撞棍永远唔会谂好嘢噶嘛，公死又食，婆死又食，屌你冇佢系扮民主斗士行出嚟，系嘛？攞戴光环，屌你啦，冇你喺，你睇你前面嗰种笑容，嗰样啲奸诈法同金融一捻样，我话俾你听。我系睇人冇捻准，我学捻过啲科噶嘛，一望呢个捻样，屌你，我绝对唔可以信。成扎啲民主政棍行唔行唔肯信嘅，司徒华呢啲冚家产，皮笑肉不笑，点解仲扮老屎忽懒柒咧？嘛，等李仪嗰啲咁嘅閪人嚟啊嘛，屌李仪嗰啲做咩衰嘢少啊？吓，屌你冇做捻完打手做都唔捻掂啊，自己戆鸠鸠，屌你老母閪唔捻信，嗰啲扮扮倒转枪头啫嘛，我讲唔啱啊，冇一个好人啊，屌你老母，你话郭先生话啦。撚抵可憐噶啦，等呢班撚嘅撲街係啱噶啦，立乜嘢冇撚所謂，佢哋死啫，唔撚關我事。咁啊，台長啊，嗱，最重要一樣嘢啊，生仔而家有兩皮嘢啊，咁啊，生夠十個有廿萬。好事嚟啊，起碼都有得躺啊，係咪啊？突然間大咗肚，啊，無端端多兩皮嘢補下身。咁又有得兩塊啲居屋係嘛？係，好事嘅，好過乜都唔做啊，係嘛？啊，個施政報告都好事嚟嘅。咁你對個報告點睇咧？
嗱，我就跟足嘅，我今日都着件绿衫啦，佢系绿色号啊嘛，而家我着绿衫啊，但系问题就咁样，讲实际利益啦，即系阿博士而家唔喺香港嘅，咁但系你都知道，而家夜晚出去死城嚟噶嘛，香港叫一潭死水，即系九点之后已经变成死城噶啦。咁你嗱，而家你即系政府咧，第一样嘢，你有冇钱先？所以我喺预告我问咗你啦，而家点解今次突然间呢个明日大罪？全部咁低調，我唔敢話佢冇，都有提，開咗個辦公室啦。咁係咪搞先？而家呢個明日大罪係咪真係搞先？要搞啲錢點嚟咧？咁阿博士有冇竅咧？啊，佢錢咪佢咪話發行債券啊嘛，繼續擔沙失海咯。嗱呢樣嘢我哋就完全唔撚介懷嘅，因為一個城市嘅滅亡興衰咧，都有佢嘅數氣數喺度。好人都人唔知道佢做緊嘅嘢錯噶。而家你香港政府同埋中國啲官員，你估佢哋唔知道自己做緊錯嘅嘢咩？點樣解要做先？你問緊翻係點樣解要做先？成份施政報告完全冇山水嚟嘅喎，啲水一路繼續倒出去，冇新嘅水源嚟噶嘛？咁施咩政一施條撚啊？係嘛？同埋佢哋亦都冇講到嗰個死因喺邊度喎，要制止嗰個死因喎，即係對症落藥喎，佢哋冇啊嘛，咁咪搞撚埋啲唔撚等使嘢咯，整廿幾檔辦公室啦，我睇到啲資料，係嘛，咁咪大家圍爐取暖咯，啱嘛，繼續分餅仔咯，有分嘅分，分得完佢咪走人咯。多撚謝共產黨啦，香港真噶多撚謝呢一代嘅中央領導人啦，俾中央政府叫做領導無方、管治無能，八個字講撚曬，唔係講笑。你就係香港官員，我哋不嬲都唔當佢有料到噶啦，佢不嬲都唔撚識打麻雀嘅，係英女王。教鳩佢點打啫嘛，佢坐喺度教佢打邊只打邊只啫嘛，係四阿婆啱啱，誒行撚開啦，起身俾你自己打啦，咪打撚到咁撚樣咪點啊？佢當自己識打你先撲街嘛，知唔知啊？佢一嗰班殘官當自己好撚叻噶嘛，以為你林鄭如果嗰啲閪嘢知啦，屌你乜你香港而家誒話虧損幾千億？三千億啊，算啦，誒唔見緊咗嗰個赤字。屌你乜嘢，佢搞清零啊！香港你問呢個林鄭妖王見幾多千億啊？搞幾多都無撚為嘢。屌你有冇搞啲奶媽奶罩啊？屌口罩啊！屌你老母，你都唔見幾多億啊？知唔知啊？冇人出嚟再講呢啲數喎，嗰度慘喎，啲 KOL 唔撚講喎，新聞記者唔撚追擊喎。你問我去今時今日香港赤字，喺2019年開始送中之後，所虛耗嘅幾多錢？你條數出嚟睇下知，冇領曬噶嘛？嗰啲錢虛領耗曬，好撚慘嘅香港。冇話暗中唔見嗰啲啊，淨係擺喺度，政府要知嗰啲無領嚟錢啊，個領個穿櫃桶啊，係嘛？屌你咁又整口罩又成古零精怪口罩廠係咪先？跟住整嗰啲測試啊乜柒啊咁，屌你老母搞到勞民傷財噶嘛，係嘛？點解冇人檢討嘅？中聯辦瞓緊咗覺啊？公務辦瞓緊咗覺啊？你都要追究責任啊，大佬！你公共行政管理失策啊嘛，啱唔啱？屌你有冇搞到香港咁撚大鑊？好得怪人噶啦！而家啲全部自己自作孽。第二个话题啊，唔系呢个未完噶，就系、是、博士啊，头先我哋讲个明日大嘴嗰度咧，呢个同董建华而家嗰个情况有冇啲关系咧？个人如果佢唔响度，咁呢个成明日大嘴呢个 project 咪就即刻收皮咧？咁佢私人意见到而家香港啲人口一路走晒啦，仲要万劫唔想生仔啦，即系唔使惊冇屋住啦，咁捻多唔捻用。北城土地禁捻咗唔俾用啊嘛，好捻多郊野公园边皮啲地都可以用噶，就系新界都未发展晒噶嘛。我喺市场上听翻嚟嘅，
個明日大罪咧，涉及有成百鳩幾億餅仔錢分出街嘅，幾百億啊！睇下邊班人分，睇點樣分嘅。咁屌你老母，你中聯辦點收情報啊？公務辦點收情報啊？你老母閪，你中央政府嗰啲第五六中隊點收情報啊？啊？扮唔撚知啊？咁扮唔撚知啊好啊，即係習近平戇鳩鳩咯，即係證明係咪先？所以我哋支持習先生嚴打呢啲冚家產噶。傾家品啊！屌你老母嚟過香港做過政府幹部嘅，屌你老母寫傾家品。嗯，真噶，凡係你嗰中資公司幹部嚟過香港都要寫傾家品，有工程師級嘅幹部都要寫傾家品。屌你習先生梗係一視同仁啦，你點會大齊超啊？一鑊清撚曬場，咪再搞個特赦又還特赦，一定要寫傾家品。傾家品完先行特赦。你任你个党点样样完善啫？执执搏啊，唔肯多过啊，好捻得放过呢次。喺习先生做呢个方面个清党行动咧，绝对正确。太多淤血啊嘛，一铺清捻咗咪啊，再搞过咯。咁捻多党员，屌你有冇清鸠个千零二千万咁样就七千几万，有啲人佢入嚟咁啊，啱唔啱先？我系继续严打习近平，屌你，我哋全力赞撑你啊！啊，咁另外咧就係搶人才啦，咁搶人才搶個地方真係好犀利喎，搶到越南喎、尼泊爾喎、老哥喎，咁老哥同埋越同埋尼泊爾有咩人才啊？阿博士，老哥同越南啊，老哥就真係唔知有咩人才喎。尼泊爾啊，仲有尼泊爾啊，嚇，尼泊爾啊，鋸甲兵啦，冇空間。他是中心的，因為現在香港有一班保安公司幾貴的，即是保護那些權貴，那些有錢的那些，很多人仇家那班人，那些有錢人請出得很貴，所以黎柏宇可以請的，那些保安員，老窩那些可以來做一些家用的。代替咧，斌妹啦，佢好識講國語噶嘛，因為佢哋同中方友好啊嘛，喺邊境攞啲個講國語喎識，咁嚟香港都可以做代表飛龍嘅地位。咁但係如果你作為政府嘅個施政報講到呢啲咁樣細埃嘅嘢，就好咧肉酸咯，係嘛？屌你乜你都冇一樣正菜嘅。整得埋曬啲鹹魚花生，屌你擺一碟碟喺度托撚啊！少對屌你諗佢搞咩啊？係嘛？啊！唉，搞笑啊，超哥！呢個特首超係俾人玩緊，你知唔知啊？玩撚到為止，如果唔係咧，唔會點鳩去搞啲屌你諗個鬼五馬六嘅三著。屌我哋殺人超又唔撚知撚到綠色係代表乜撚嘢嘛？哥達撚我嘛？咁都有條領頸巾都綠色噶，有係啊嚇，有即係睇到啦嚇，綠色。係啊，咁唔俾得埋條頭巾佢戴緊住，咁一戴戴到成套啊嘛，戴緊埋個綠頭巾咪好咯。係有人整撚估呢班友噶，你唔知啊？佢個撚樣仲有一樣嘢啊，阿台長你要諗一諗，佢話揾人設計嘅。他找了一家不知道什麼自尊設計學院設計的給錢，你問他張單收多少錢先，你有空叫你兄弟查，除了設計這套這樣的古靈精怪的東西，慘綠少年亡啊，你記不記得？我今天就送了一首小明星唱的歌叫慘綠，他那種顏色呢就叫慘綠，又不是正綠，咁啊叫慘綠，有首歌叫慘綠，啊！你掟翻，我掟咗俾阿比阿超聽噶啦，我叫人，我掟俾特首聽噶啦，叫慘綠啊！點解俾人玩撚緊？佢唔撚知。喂，你作為政府，我先要報告，係官方嘅民嘅事嚟噶嘛？搞呢啲嘢托撚咩？你文藝又話文藝啊嘛，啱唔啱啊？都唔理係嗰科精靈嗰啲撚咁冇料就冇料嘛，真係噶。他都幾撚悲啊！又係衰收尾，學阿林鄭月娥冇料啊，捱撚到落去。咁你冇料捱唔到落，乜撚嘢都問阿爺，阿爺又係冇料，
咁啊，屌乜出嚟鳩噏兩個鐘頭，戇鳩鳩坐喺度咯，著件綠色衣啊，後邊個背景綠散散啊，屌你老母佢唔戴埋條綠頭巾啊，啊一綠咧個名就唔好綠啲唔綠啲，係咪先？真噶咪講笑啊！呢班咁嘅撚樣，屌你老母冇水平冇質。但係你應該要查啲無間道嘅，邊得我整撚大整股咧？整到咁嘅，同埋要小心喎、啊。我哋剛剛先至習先生帶頭要唱紅打黑噶嘛？你諗我哋搞綠色啫，做咩啊？打對台啊？啱唔啱啊？阿台長，民進黨咪綠色嘅咯，民進黨嗰個顏色咪綠色嘅咯。啊？民進黨啊，民進黨個顏色咪綠色嘅咯。你啱先中國中央政府落嚟香港就要唱紅打黑噶嘛？唱歌嘛，跳紅舞嘛，你老母你搞綠色。啊、今年就屌你个民进党大选嘅啫，即系同佢撑场啦。你系扑唔扑街你班友？搏捻搏，屌你有乜撞板嘛？香港啲人搞嘢，你死唔死啊？所以点啊，超仔又中招，唔捻知噶，系嘛？即系绿色好嘢嘛？佢话嗰日民进党好嘢啦，系嘛？屌你，如果佢民进党再害佢一把啊，整懵贺电，哎，多谢你香港特首。撐我哋個黨係醒出啦！你老母仲大兩幕，睇到我大家想害呢啲啊，好撚易嘅咋？乘機喺台灣揾張報紙，係咪啊？等下點解香港政府支持我哋綠黨啦？咁係咪啊？支持我哋綠營啊？係咪先？係。咁係咪會撲街？你話用好少錢啫喎，在台灣賣半版廣告，屌你老母嚇！咁啊，閪多撚個 like 㗎啦！呢班咁嘅殘官。屌你老母搞笑嘛！屌你做政府报告咪报告咯，白纸黑字咁捻搞谂嘢彩色都冇，你睇睇唔睇捻就，不捻嘅花生我唔使讲，最紧要实实正正有料到，如果乜捻都冇，乜閪都冇。啊，第二个话题，好啊，咁啊呢啲即系减辣，咁啊而家施永青又够唔够辣？唔系唔够减唔够。咁我講一講先啦，股票印花税咧稅率由呢個 0.13% 下調到 0.1%， 跟住咧就其他樓市嗰啲我唔讀啦，唉，因為嗰啲即係縮減嗰啲嘅印花税嗰啲。咁啊，博士嗱，而家嗰個情況咧，樓價咧就大家暢談噶啦。咁個政府應唔應該全面減辣，定係還是好似而家咁樣唔湯唔水咧？時機過咗，你要減咧，冇人敢買。啊！佢減咗，你敢唔敢入去炒樓啊？係嘛？好簡單啫嘛，道理。但因為佢哋冇揾，佢哋知道個死因，唔去解決。知道個死因就係中美交惡。中國同美歐美嘅陣營咧交惡，你會冇解決。跟住你自己咧唔肯切，扮戰狼。嘘嘘聲搞到啦，咩國安法，跟住又反間諜法，驚死你唔肯切，咁咪收撚咗工。邊個嚟啊？佢哋知道個死因，避而不談。呢、這個就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嘅毛澤東大頭，報喜不報憂，但喺度今時今日做乞兒，即係馬列毛三毒嘅最撚毒嘅。馬列毛三毒，假大空嘛，三毒，共產黨嘅假大空三毒，打天下可以揚威唔笨柒，借人過橋借艇過河，啱唔啱啊？搶撚咗當自己咁係咪啊？但你管天下唔得噶，所以到而家一撚樣，所以冇撚得好嘅，時機過咗，同埋你個財政司都全部無能嘅，共產黨一搞清零。嗰時你就要托市啦，減四分一，跟住又減一半，跟住繼續減，一浸浸減。但係我哋唔知道要減呢啲利潤咧，唔係減細樓。屌啲樓仔幾百萬，你冇俾人炒靚貴佢啊嘛，保持唔喐。你真係買樓住嘅，你住夠咧就唔使收你咁貴印花税噶嘛。你一住足五年啊嘛，一減咧就減大豪宅。等嗰陣大陸錢抽入嚟買大豪宅，嗰個咧先至係一個謀略家嚟嘅，買親都幾億嘅啲樓，係咪？
咁啊震喺呢个场啊嘛，佢识碌捻咩？屌你冇咪得罪啦！你嗰啲计数佬一逐计得买死数啊嘛，唔系我讲噶，阿何柱国讲噶，何柱国。会计佬唔识做生意噶嘛，大佬佢都同你睇呢盘数噶啫嘛，点样投资嘅方向啊？点样市场嘅运作会识碌捻咩？系嘛？等而家喺会计喺立法会有个会计师咧，唔捻样姓黄咧，黄乜閪，黄咩俊，屌你老母认屎认屁！又佢啊同特首讲啊，诶啲离任减乜捻啊，诶嗰啲咩楼宇减啊，屌你老母啦！你啲咁嘅计数你识碌柒啦喎！你咪古惑仔，屌你老母兜兜搭搭行上去，系咪啊？计数佬识条捻做生意啊？唔系讲得捻罪啊！佢计死数嘅，冇胆噶嘛，咁点做生意啊？屌你咪做生意有胆啊，大佬够胆赢一半啦，系咪先？啲咁嘅捻样，屌你老母閪，会计师界噶嗰条捻样，屌你老母閪，口水多啊，查捻柒咧，由佢成功争取啊，减呢个离任。有捻用啊？衰捻过唔做咁滞，佢减一半嘛，知唔知啊？三十厘减翻翻十五厘啊嘛，有捻力咩？同埋你搞啲楼仔，佢哋唔识噶，佢唔知嗰啲大细招数好犀利噶，做正经济界要大刀阔斧嘅。香港冇咁嘅人才，你做个银行家出嚟都做唔掂啊！香港嘅财政，你咪管翻银行啊嘛。你好撚有視野眼光啊嘛，同埋有好多交際，知道邊個國家咧有槓桿作用係對香港有利，佢哋冇啊嘛。個撚個屌你老母閪，睺撚住攞北京幣出去郵浮打個冷咁啊，叫佢招商啊、引資啊，屌你有冇呃鳩社會錢嘅啫嘛？你話佢哋出咁撚多次浮，有邊幾多單嘅簽名都翻嚟啊？你數啦，中東，嗯，歐洲，東盟。嗯，你问呢班咁捻样签过啲咩翻嚟公布过嘅，系嘛？事不离实啊嘛，包括中国都系咁样样死嘅。嗰捻个呃老板，呃捻埋自己，呃饭食咯叫做。一班好捻可怜嘅人，我啲系社会嘅蛀虫嚟嘅，但好捻惨啦。我哋中国有个昏君喺度，咁样计啊，系嘛？屌你有冇人仲话佢系崇祯添啊？我哋习近平。搞捻错，佢捻资格做崇祯啊？佢冇资格做崇祯啊！呢而家习近平呢人，我人咁讲啦，外国某人讲，你当你阿先生讲，你何德何能做到崇祯啊？崇祯好啦，好墨水噶，佢戆鸠鸠唔信人，俾人点噶？但佢都好捻勤力做嘢啊，大佬系咪啊？屌你乜佢俾人哋清朝？擺條裝鳩嘅彈弓嘅蠢樣，係咪先？唉，都好撚可悲啊！而家中國都五不像搞撚到，都唔知前唔知而家香港人咧就去到進退維谷啦。佢有啲咧，如果係冇咩錢嘅咧，我建議佢哋咧，前一翻去中國內地自己鄉下咧創業。我喺香港牛冇生機，冇路啊！你中國舞台咧更加大個市場啱嘛？你做個海底撈，你都開到咁多間分店啊嘛，係咪？香港開條撚啊！香港唔係去大灣區，係去其他地區揾發展，喺中國內地啊，真㗎，好過去外國。如果冇咩世界，如果有世界嘅有疑慮嘅，就要走去外國啦。嗯，真係㗎。如果唔係仲有一條橋仲好。你香港走去新界租一啲最平嘅地方住，嗰處屋喺翻新界附近打工，做兩個月咧就放四個月假，做時鐘啊，翻去中國遊山玩水啊，使唔揾曬啲錢？嗯，係嘛？即係四五十歲嗰啲啊，五十歲左右嗰啲啊，精神爽利。我喺香港做三兩個月。咁啊，放假半年左右，咁啊，兩公婆，屌你冇周圍遊山玩水啊，國內啊，係嘛？最撚安樂啊，關人撚事。嗯，有安全感啊嘛，你小朋友夜晚翻去玩都有安全感啦，唔使俾人踢兜。你香港你諗個夜奔奔，而家好似冇撚咗影咯，又
你又真系要，你有乜再睇睇啊？死城咁啊，大佬真系。佢又冇讲啦，系咩分？一早批咗佢死紧啦。你咪柒头皮，屌你乜劏房多啲人可以搞到嘢？你睇佢写人相先得噶，屌你冇面无四两肉啊！唔加产左算右算，点解福气大到个香港经济啊？第二个话题。啊，最后一个啦。嗱，博士喺預告又問嘅，即係講過嘅，我又再追問啦。而家你施政報告入邊嗰啲啊，即係提話咁啊，究竟有冇可能出現呢個延後利益嘅呢個情況咧？一定有，呢個係官場嘅陋習嚟嘅，係爭在嚴重或者唔嚴重嘅啫。你等於立法會議員派餅仔，你都知道有冇啦。成站家產咪有延後利益啊？唔通你行緊都入去坐啊？而家連個區議會嘅位都唔撚俾你坐啊！執幾皮嘢都唔撚俾你，啱啊？嗰啲咪延後利益啊？嗱，你平時做咗幾多嘢，出賣咗幾多朋友，哇！食撚咗幾多次期，而家輪撚到你啦，咁撚樣咪計唔計到數啊？阿台長，好撚可憐啊嘛！而家班人遮來之食，而家做議員嗰叫遮來之食。面撚懵懵戇鳩鳩，咁你做緊到叫做喺立法會嚟講叫頒獎嗰個廖先生啊，廖長江啊，都俾人揼啦開始，啱啊台長，啲共產黨賣名，屌你老母，係咪啊？佢老婆黐撚埋佢啊嘛，及插埋佢啊嘛，第嗰個港大校長事件啊，記唔記得啊？張翔，屌你老母！佢又以為好撚醒啊嘛！我建制派大佬啊，屌你咁咪搭柒你咯！但係而家開撚行火力啊，係咪先？話佢老母寫黑函啊，教人投訴張翔啊！你幾撚串啊共產黨？屌你冇！佢哋食撚到你盡㗎共產黨嗰啲人，冇人格噶嘛！佢嗰馬列毛思想係冇人格嘅，有人格咧唔撚用得嗰套嘢嘅。唔能讲道义，唔能讲信用，就系正式共产党思想啦。因为咧，你打唔到天下嘅，偷啊拐骗邪奸淫邪道邪，乜捻做捻到足，打天下啊讲。但佢冇改嘛，再用嗰套思想做自己，系咪仆街？所以保留嗰啲共产党马列毛嘅法宝噶，统一战线、武装斗争，你咁样两样你仆街啦，武装斗争。所以到今時今日，我哋習主席仲講緊敢於鬥爭、善於鬥爭，係嘛？屌你老母，你仆仆街啊！佢個鬥爭係唔撚理你內外嘅人噶嘛，啱嘛？你鳩你豐功偉績啊！我依家你嗰個黃佩斯咪黃鳩鳩咯，廖長江啊，廖長乜撚啊？嗰、那個老婆係廣大事件係咪啊？俾人開炮焚鳩你咯！但佢又唔撚知佢，我想佢睇佢又唔係幾識還拖咯。嗯，可能佢有人撳佢老公咪屌你媽！你叫你隻懶唔好撚搞啊！咁你唔係跪撚低咯，啱唔啱啊？啊，我哋嗰黨委書嚟㗎，香港大學，屌你老母！你大唔大撚鑊啊？係啊，我就正想問呢個香港大學入邊係咪呢個黨委啊、黨委書記啊咁樣？乜嘢咪書記咯？校長兼黨委書記啊嘛。啊，咁又张翔系咪共产党派入嚟先？嗯，系咪啊？你话系咪啊？啊，你怀唔怀疑佢系唔系共产党派入去啊？嗯，系嘛？喂，但系有个问题、哦，如果佢系如果吓讲明好即系强调，如果佢系党委书记嘅话，佢系美籍嘅、哦，咁美国佬容唔容我一个即系美国公民成为呢个共产党嘅党委书，即系其中一个党委书记咧？咁系如果港大有？呢、這個港委書記啊，張翔又係美籍嘅話，咁美國會唔會容許一個即係、就是、美國公民成為呢個共產黨嘅黨委書記咧？美國佬有好多陰招，美國佬一早知道啦，係咪啊？因為美國人玩嗰套嘢咧係好精密，如果佢唔係咁樣咧，佢攞唔到你更多嘅料。所以佢哋好多時啊，就算好多不法分子喺度活動咧，佢俾你。
佢要攞多啲資訊。你搞嚟搞去搞你中國地方嘛，你撲街幫我諗錢啊，啱唔啱？佢哋好陰噶，鬼佬啲嘢，共產黨同俄羅斯佬都未過皮，好長遠噶，佢哋擺啲棋局，唔係講笑啊！你而家你喺世界上嚟講，你冇邊個國家夠佢困？佢呢個節呢個我哋唔係話抬高美國，佢哋嗰套遊戲係玩到好純熟。你以為你自己好撚聰明？夠鐘係喐夠你啦，啱唔啱先？而家我哋中國人太過自大啦，輕敵，同埋你最戇鳩，你將美國當係假想敵，你最撚戇鳩。屌你咩！人哋嗰啲做生意冇撚冇幫你噶嘛，夠撚埋你借錢，俾撚埋技術你，大家合作揾錢啫嘛。屌乜你自己個心謀不軌啊嘛！中國人想食撚埋嗰份，想自己獨霸天下。几多戆鸠嘅思想，都冇咁嘅能力，系咪先？好捻辛苦啫，你霸到咩？你都冇料，你老母喺四两当一斤。所以全国局面去到今时今日，中国香港嘅问题系抵捻死三个字，讲捻晒。仲有啲咩原因啊？第二个原因又系抵捻死，第三个原因都叫抵捻死。嗯。因为明知故犯啊嘛，共产党佢明知故犯噶，佢哋唔知咩？点解邓小平写捻低晒噶啦？一定要同美国做朋友噶嘛？咁你拗鸠颈、硬鸠颈，咪习近平叻唔捻切啊嘛？系嘛？咁咪扑街，系嘛？不信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就呢一铺啦。就你唔捻信邓小平讲，你老母咪做乞衣咯，啱唔啱啊？系咁捻简单，咪佢抵捻死咯。人底可憐，但中國人唔好彩咯，整嘢咁嘅蛙鬼，屌你老母走上做領導啊，咁仆街，仲有佢啲蛙鬼揾咗成扎咩大細小鬼啊嘛，屌你乜嘈喧巴閉，走撚咗去國際舞台變咗笑料咁啊，俾人笑啊而家中國人正嘅，行出去俾人笑，低層啲嘅點解俾人打添啊，通街俾人趕撚走，幾撚慘啊而家中國人。現在你那些官員走出去被人笑，我們收的資訊在東南亞國家，兄弟跟我說，那些政府，屌你老母共產黨幹部九流，笑啊，被人笑啊，他用走了學人擺款，屌你老母，多傻鳩，即是自己衰都不忍心衰，多慘，是啊，你看黃毅隻黑衣，屌你老母，你看他似什麼東西，不似人君，你老母還在就呢次係走去美國話傾乜嘢啫？你想唔想傾到啲乜撚嘢翻嚟啊？嗯，嚇話整嗰個集拜會啊嘛，你都望佢傾到啲乜撚嘢翻嚟？又俾美國佬裝鑊，我話俾你聽，有鑊撚鑊裝佢，因為睇撚曬你底牌啦，你全部耳仔底嚟啊嘛，我仲唔殺撚到你盡啊？啱唔啱啊？唔會放過佢哋噶，你睇住啊！嘣嘣声，屌咩取捻烧埋你，好似琴日公布啊嘛，提早取你截捻住个 AI 唔捻俾喐啊，知唔知啊？嗯，几捻快啊！琴日公布噶美国，呢次都几大动作啊！中国都几捻惨啊！香港散捻埋，香港连白手套冇得做，从此收旗啊！香港完全唔系啊！美国。一張當一係個政策嚟啦，係咪先？話屌咩冇撚理由養狼狗咬槍袋嘅，係咪啊？殺撚咗你好撚過啦！好，第二個話題。啊嗱，呢個俾阿博士，因為已經好長啦，講一節。嗱，博士你啊唞唞食支煙先，跟住我哋翻嚟第二節啦，就講講中國同埋國際嘅形勢啊。OK。梁錦祥工作室，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，我们依然坚持自我，做好节目，坚拒自我审查，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，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。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 Patreon，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，守护自由言论。而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
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、分享、留言同埋揿钟仔啊！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。